不就是钻后备箱吗？你这一趴人都来了，那我再钻一把，今天大家把这个赞点一点，把关注来给主播点一点啊，就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们上高速啊，把你们放后备箱可以带你们上高速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就是钻后备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！不信你明天试试，就你到这个角度之后，你绝对就是没练过的，绝对说进不去。为啥呢？主播在绑几？我刚刚掉了，我刷一颗小心心啊！我现在我刷完了，我看我在绑几？我也不知道我在绑几，我在绑五，沸羊羊，真卖力气，可不咋的。没练过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钻不进去。就是你这个腿，就一般人他是拿不进去的。我跟你讲，关门直接拉走。能追飞机吗？可以追高铁啊，可以追高铁。欢迎齐齐齐，欢迎新进直播间朋友。我们家店在北京朝阳东五环啊。买凯迪拉克 CT4， 谁说 CT4 空间小了？ CT4 后备箱空间这不是挺大的吗？谁说不能坐五个人了？你车里边坐五个啊，这边还能坐一个呀，对不对？你这边还能坐一个呀，你这边坐完一个，但是你别开啊，你听主播一句劝，你别这样开啊。欢迎买小瓶可乐啊，今天是东北人，昨天还是山西的呢，前天好像是承德的，我每一天都是不同的地方的啊。你们看啊，就是一般的人，你们的体前屈可以做到这样吗？不可以，就是主播，只有主播能钻在这个里面，能把后备箱盖盖上。一般的人他是不能这样在后备箱里面的。你往前面钻，你多高？我1.7米啊，大哥，我1.7米，我现在还穿了高跟鞋呢。你让我钻 CT4 的后备箱，多多少少有点难为人了。我真没问题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刚才腿是全伸在那边，我要这样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，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、嗯、又吹牛了。谁吹牛了？我一会儿跟 XT6 我比一下身高怎么样，我从这个后备箱里边我出来吧。不行了，今天不行，到不了一百了，我感觉到不了一百了，我太累了，不行。这么直播真的挺耗费体力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么直播真耗费体力啊、嗯、看后排可以，看后排啊，千万别卡。我飞出去，你们信不信啊？我飞出去啊，卡不卡的我能飞出去。欢迎我小时候很酷，欢迎流沙。不用小时候，我现在就很酷，我可以飞出去。看后排啊，看后排啊，主播也是一种锻炼。不行，我觉得你们要是真的，以后你们要是天天真让主播这么播的话，我感觉播不了俩月，主播这个100多斤可能就瘦个几十斤了，就剩个几十斤了，录完屏了。你录完屏自己知道就好，你下次不要再把我自己直播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别人，好不好？这个，咱们这样做的话还能是朋友，啊。那天我拿我自己号直播在那吃馒头，哎，给我截个图。还分享给别人，这车可以推着走吗？我这支架可以推着走啊，没关注的来帮主播点播关注啊！我跟你说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时不时的，以后主播得加点才艺了，咱说啊。XT6 优惠多少 ？XT6 优惠多少呀 ？XT6 优惠，直播间里不能告诉你，给你报不了最低的价格。想获得最低价格，点一下底下小风车，点的小风车，我们车车联系。CT5 的这个油门 ，CT4 的这个油门也是主播比较喜欢的那种啊，风琴式的一个油门踏板，看没有？优惠好几万，对啊，优惠好几万。我没截过你吃馒头，你上次就是截了我吃馒头的图片，还发到我们群里啊，哼，更没分享给过别人啊。但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反正不是吃，那可能不是吃馒头，反正就是我吃饭的时候。欢迎一切从零开始啊，然后把座椅。他这个油门，我的天啊，上一个人调的这个高度有点顶腿，有点顶腿。我把座椅调到一个适合自己驾驶的角度，咱们去展示一下他的一个后排空间啊。我没发过，那是谁？我记错了吗？欢迎爱心雪啊，敢做敢当，好吧。
店在北京朝阳东五环啊，把座椅调到一个适合自己驾驶角度，咱去看一下后排空间。这边是主播挺喜欢，是啊，我是主播呀，是挺喜欢，可以喜欢啊。看一下后排，冤枉我啊，好吧，但愿我是冤枉你，但我也不记得你是不是冤枉你了，我现在又没有证据啊。看一下这款车的一个后排空间啊，谁在说 CT4 的一个后备箱空间小，我就要给大家展示，我就要给大家展示它的后备箱啊。欢迎爱宝贝啊，爱乐贝，欢迎新进直播间朋友，就是冤枉我，就是冤枉你，怎么样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冤枉你怎么了？欢迎江南欧巴啊！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！策马奔腾好久没来了啊！我群里找聊天记录哦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你是不是找到聊天记录了？这个你为什么要哦？是不是你吧？你承认了吧？承认了吧？问一下凯雷德什么时候可以预定？凯雷德现在可以预定啊！现在在我们家这儿订不了，你可以去那个这边有点漏光，可以去那个那个叫什么平行进口，平行进口可以订。我们家店在北京朝阳东五环啊，不是我冤枉凯雷德德子，反正我今天是录屏了，录就录呗，又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腿部空间还有这么大的一个腿部空间啊，大概有一个20多公分的一个腿部空间。我们家店在北京朝阳啊，平行进口啊，上不了北京牌啊，他们应该有办法吧啊，就是那句话怎么讲来着，只要园子到位啊，当然直播间好像不让说那个词儿啊，玻璃全干碎，对不对？欢迎小松，欢迎不过如此。就只要你的这个到位，你没有什么你办不到的，没有什么你办不到的。CT5 可以啊，可以看一下 CT5。欢迎青云追风啊啊！青云追风，我好像神经了，完了，主播现在逐渐失去理智了。我把门关一下啊，我发给你做个，你不要发给我，不要发给我 ，no， 咱们漏，咱们漏。不要发给我啊、嗯！我前天告诉天天，你买一个二手的吧，他有的是办法，他有的是办法啊、嗯！他们都没有办法了，我一个正规的 4S 店我就没有办法了，驴子，驴子！欢迎太子啊，欢迎腹黑的蒜苔，欢迎行走的鱼，没关注的可以来帮主播点点关注啊！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才艺主播啊，比如说这个爬个后备箱呀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唱唱歌啊，跳跳舞呀，但是最近主播这个人气还不是很稳定，我怕我唱完歌跳完舞你们都走，所以说我感觉就是简简单单的啊，钻一个比较有挑战难度的一个 CT4 的一个后备箱，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。新款凯雷德不是老款，老款的二手车卖没了，你可以买一个二手的啊。新款的如果平行进口那边要是没办法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呀，驴子。XT5 今年还会升级吗？啊，驴子哥，黑驴子哥。XT5 今年还会升级吗？啊，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肯定会的啊。每一年都会有小的改款、小的升级，但是你期待把它变成另一个车型，其实是不太可能，除非我们要出一款新款的一个车型。欢迎潘，欢迎齐，没关注主播来帮主播点播关注，关注主播来帮主播点点屏幕。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生活阳光又灿烂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北京啊，北京达世行，在北京的东五环，朝阳区东五环这边。你们家我去过，一直当让我等，也没给我回过电话。哦，反正就是平行进口都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主播也是没有办法。欢迎 K 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朋友们啊，喜欢凯迪拉克的，喜欢主播的啊，喜欢看主播表演才艺的，没关注的啊，都给我关注一下。重庆来你们那里可以买吗？重庆来我们那里可以，我们所有的凯迪拉克车型都售全国啊，没有任何的区域限制，就是就是怎么讲呢，就是只要是上绿本的地方，你这个车就是只要是只要你拿着园子过来，就车肯定就是可以卖给你，就是可以上牌的。我们是国六 B 的一个排放标准啊。 CT4 轴距是2775的一个轴距，2775的一个轴距。河北唐山离我们挺近的呀，可以过来买呀，对不对？河北唐山挺近的啊。 XT5 四驱豪华落地多少？ XT5 四驱豪华落地34万多吧，详细价格可以点一下底下小风车啊。当然主播经常骗人啊，我跟你们说的一些价格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，然后你们如果要说想获得一个认真一点的价格呢，那一定要点一下底下的小风车，因为我们的秘密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啊。我们的这个价格啊，你想要的价格，我同意不同意，这个是咱们的秘密啊。怎么去探寻这个秘密呢？点一下底下的这个小风车啊。
能上外地牌啊，能上外地牌，但牌子的话得是你自己去啊。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你一手交钱，我们一手交园子，我们一手交货啊。你给我钱，然后把车开走啊。买了上本地牌照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。